进行的方式，确保备货船舶安全。现在是当地时间早上8点钟，在广州舰的后甲板，特战队员已经准备完毕，即将前往备货商船。我也将随特战队员一起前往龙发号商船，执行摄像取证任务。此次参加随船护卫的特战队员共有16人，被分成了4个小组，分别乘直升机和小艇到永欢、孔雀松、龙发和华强等4艘中国商船，开始执行为期3天的随船护卫任务。最近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海盗活动十分频繁，袭击劫持商船的现象时有发生，可以说非常的猖獗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安排特战队员随4艘船速比较慢、干舷比较低的商船进行随船护卫，这样就可以随时的应付海盗的各种突发情况，确保备护船舶的安全。据了解，这次备护中外船舶共有14艘，分别来自中国、丹麦、挪威、马耳他和利比里亚等国家的杂货轮、散货轮、邮轮和渔船。我们这批随船护卫的特战队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，在上船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制定了详细的随船护卫行动方案预案，完全能够应对各种不同海盗的袭扰。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，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，从昨天开始，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迎来了大风降温降水天气，未来3天暴雨将会继续侵袭我国的江南一带。